上次啥事有道理，你老哪做王菩萨。哎呀，你老就过来操心着，今天跟我做啊，这个人还没满意，你叫妈咋过去你嘛？咋过去？咋回去？咋过去？出门，走，给我走，去，走，给老俺走，拿过啥？儿子都拿过啥？三十个走俩拿过，叫俺奶奶给俺屋走。他们装啥装？叫俺爹给三十个走俩。想要我老贵呀，就来装你啥鸟？咱们想装装一点给你，喊啥呀？喊！你去喊啥？三十一号到不在妈送过来，喊叫啥呢？你来送一号，我来送。三十一号到家没买呢，你咋小一号？咋上个月凭啥得预支三十呀？得俺咋值三十一天？那你运气不好，俺俺是当个三十，你个当三十。哦，俺你运气好，好给来送。俺过四年花，一花你小一号的，拿来，给，行，你别在妈这丢吧，行。我漂亮，我爹三十一号到的比较多呢，我爹长得尿。赔啥嘛就赔，没看你不挨妈给我生吵着赔赔赔。对对，就啥到咱妈人，你姐妈是你才过来，我才过来。咱妈刚啊在这，那家在老二看咱妈掉了。开门，人在外屋。那这小儿子没到没到，敲啥敲敲敲敲敲。你看你俩，你吃啥穿啥？你看咱妈。吃啥穿啥，自己连这个胃都走不着，咱们这人还不见地，你这样对待咱妈？把钱给了你，你把钱都闹闹啥的？你这样对待咱妈？没也把钱给了你，你只是把钱都花在你身上，把钱都走的啥的？是咱妈人？走，那俩先走，走走走。是为你做的美如花，村里有妈，你做啥妈？干啥妈？咱你都不要妈，俺你问个大姐小姐，俺你都一样不要妈不要妈。妈都是两管呢，都抬举我们都抬举大的，人都讲管都能成的，人都不要妈。咱真的都看戏看我唱唱好戏，人都笑喊我演我。俺在这阵休息，在一家中国在这唱唱头剧。妈走，你看咱丢人不丢人嘛？你也给我这生活费嘛，不够你花。走，跟我过去。嫂子，昨天俺爷爷给咱爷钱，咱俺们不要了。走走走，走走走。